在青藏高原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来自台湾的唐青穿梭在藏民中间。因着信仰，他踏进广大的草原民族中，面对高原的气候和各样险峻的环境，他从未感到害怕，不断深入在不同的藏族自治区内，在教育上试着帮助每一个藏区的贫穷孩子。在这壮阔的高原上，唐青就像是明亮的星光，绽放着生命的光芒。你好，我是金玉，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你了解藏族吗？一群生活在青康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大概平均高度是在4000公尺以上。哇，这样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连续13年他都到了藏区去。当然，在藏区有他们很独特的信仰、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很独特的价值观、很独特的风土民情，对我们来说好像始终是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我们今天就要来听听唐青遇见藏族的故事。唐青你好。金玉姐你好。连续13年了。嗯，对。你都到藏区做些什么？其实我们去藏区的时候，我们有做过很多一段时间是英语营，在村落里面办免费的英语营，让学生们来参加。然后过去这3年，我们也开始办了一些工作坊，教他们怎么样用他们当地的羊毛、牛毛，能够做成不一样的产品。所以大概有这两类的这样活动。所以大概每个一年就要去一次嘛，差不多。对，差不多。嗯，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藏族大概是在什么样的区域范围？嗯，我们现在讲到的西藏其实是一个已经被缩小了的西藏，在文革之前他们是更大的，但在文革之后呢，这个地图被划小了。现在我们地图上看到的西藏只是一部分，然后剩下部分呢就是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都有这个藏族自治区，所以我们都说他们是藏区，他们的族群是藏族。为什么会想到要去藏区教英文？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有这个心，是我有一个英国的朋友，他要去那边当英文老师，他要带一队的志工去那边。因为那边的英语学校的英语老师，他们都在冬天的时候，大概零下就是10几20度的时候，那群原本的英文老师都很容易生病。他们自己都有家眷，所以他们的妻子小孩也都生病了，所以那段时间很需要代课老师。所以我的这个英国的朋友，他就想邀请一群外国人，但是要找一个会讲中文又可以教英文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去做翻译。所以他邀请了我。那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哎呦酷哦，我如果去过那个地方回来，可能有很多照片可以跟我朋友说嘴啊，然后有很多经历可以跟朋友炫耀啊。我没有想太多，我就觉得好，我就去了。你自己的功课是属于那种很优秀的学生吗？会跑去那里教？对啊，我觉得不管是现在教英文或者在藏区教英文的时候，他们都容易叫我 Teacher April。就是 Teacher 感觉就是以前都很好的学生，但是事实上我一直是个功课很不好的学生，是后来透过一个特教老师来告诉我，我才知道我好像有一点那种注意力失调的问题，就是这种 ADHD 就是没有办法专心，然后可能在自己喜欢的事物上会能够很专心很认真，但是他没有兴趣的事情他可能连专心个3分钟他都做不到。哇，我记得求学时间国中的时候压力开始很大，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今天一定要至少听完一堂课，但是我发现我不管我每天怎么样重复练习这件事，我好像都没有办法做到。小时候爸爸妈妈有把你带去教会哦？其实小时候我妈妈她就觉得，虽然她自己不觉得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到现在一直说她她很不喜欢严肃的祷告会，听讲道也很容易睡着，但是她小时候就觉得至少她要把小孩带去教会。她希望我们在教会中长大。你在教会坐得住吗？也坐不住啊。我觉得教会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就是礼拜天讲道听不懂，然后主日学老师又觉得有点凶，可能也是我的错吧，我已经记不得了。就是好像他们总是要我背金句，然后总是要我回答一些标准的答案。就说所以谁最爱你呢？然后你觉得上帝。就是那种心知肚明，但是你又不相信，但是你又知道那是标准答案。在教会里面有一部分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吸引我的部分是诗歌。我记得那个时候小时候有唱过的诗歌，说是谁把星宿放在天空，是谁创造高山树木，是谁创造鸟儿低语。那时候小小年纪就会觉得
引导我去想大自然的美，跟我觉得好像从没有大人用这种口气跟我们说话，可是诗歌里面有很多很诗意的，或是去鼓励我们追求真理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诗歌中它其实有一个很诗意的，然后一直要引导人去思考真理这件事情，那是我觉得非常向往的。然后在教会中，其实我有时候会是比如说某个期间会遇到一些基督徒的大人，他们身上会有一种光彩，我不知道，我可以感觉他们生命中有一种力量，然后我羡慕那样的力量。可是我觉得不多人有那样子的力量跟光彩。对，我觉得那些人是吸引我的。教条跟压力这件事情在你小的时候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吧。对，我觉得开始我要说出一些东西，然后我不赞成的，我反抗的，我要说出来，我觉得我不可以让那些教条赢了。那有一次我真的觉得我好想要在我信仰上有所突破，所以我就问了教会的传道说为什么旧约中的人物他们通常都可以三妻四妾，那这个传道他就是回答了我一些比较神学方面的一些那个时候可能要看旧约的时候人口比较多啊，他们也是游牧民族，所以需要多一点老婆帮忙。然后最后就告诉我说，唐青，如果你继续的在想一些这种有的没有的问题，只会让你更远离神。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你有一种，你开始想把你的疑惑公开出来讨论，你想看看有没有人能够真实回应你的时候，你却感觉到他们其实只是提醒你不要再往这个方向走了，往这个方向走就不是乖小孩，往这方向就不是亲近神。是，天空的灰，草原的红，苦涩的果实是什么滋味？我就在教会的钢琴前面开始一直弹一直弹，然后我觉得弹着弹着，我觉得我的心声好像就变清楚了。然后有时候是写一些很想念他们的歌，然后有时候是想一些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很想说的话，这样有时候是我的祷告。天生感性的唐青在许多事上充满了自己的感受与体悟，教条式的信仰无法压抑他对真理的追求，更无法满足他心里那一份被爱的渴望。逐渐远离教会的过程中，唯有诗歌仍维持他与上帝的关系，并且鼓励着他再一次回头去寻找信仰的真相。如今音乐成为他与上帝对话的管道，更成为他帮助藏民的工具。他非常感性，然后非常喜欢阅读，喜欢音乐。他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对他的认识可能就会从音乐那一块着手这样子。然后他之前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因为一段歌词而落泪，然后或者是听到一首歌，然后整晚就 repeat 二三十遍。我觉得他的歌常带我到一个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世界，像是他为藏区所写的很多的歌曲。你虽然没有去过那个大草原，虽然没有去过那个寒冷的一个空间，可是他的歌立刻把我们从这个都市带到那个宽阔的地方去了，所以他的歌是很有故事性的。尤其他写歌也不是为了情情爱爱而写的，他是为着他所关心的一群人所写的。这跟我常常介绍的很多的音乐的那个氛围那个类型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他的东西一直都很有生命力。在成长过程中的唐青其实一直很努力追求他自己心目当中的真理，但是在很多的教条跟压力之下，他后来放弃到连教会都不去了。不过后来你是怎么样又回头去有不同的体会呢？我其实小学的时候我也曾经非常努力想要就是带人传福音哦，所以小学的时候教会有那种圣诞节布道会，我就很努力邀请我小学同学，所以那个小学同学都知道说哦，唐青又来了。然后有一个同学他就说他妈妈就说，唐青要你去你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坐教会最后一排，因为最后他们就会做那个呼召的祷告，你就要赶快逃走。结果那个小学同学反而是他小时候一直蛮逃避我的教会的，但是没有想到高中的时候变成他们全家信主了，反而我是教会的逃兵了。所以那时候他开始会觉得怎么可以呢，所以他就觉得他回头来找我，然后邀请我去他的教会。那当我去那个聚会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聚会哦。那个牧师，一个国外来的讲员，他就说邀请有没有一个特别需要祷告的朋友到前面来，为你祷告。那我的朋友当然是很积极的把我往前推，我想说就试试看嘛，这样子。然后他讲出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但是其实是有些蛮让我觉得羞愧的一些家里面的事情，但是他反而用一种怎么说旁人听不懂，只有我听得懂的方式在讲出那些事情，那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哦。因为我知道说这个外国人，然后我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的秘密，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呢？而且他说出来的时候，他是用一种很保护我的、很爱我的方式，然后跟一个拒绝他的人表示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我从小背过的圣经，我听到的故事中，我甚至觉得十字架救恩这些都太不合理了。这个很不合逻辑的整个救恩的故事哦，这个主他居然是真的。其实我小时候就是不能接受十字架救恩，我觉得这位神他要救我，他就救我，为什么他要差遣他的爱子来为我死，演一番苦肉计呢？可那天那个牧师就一直在我耳边说，因为他受的刑罚你可以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你可以得医治。那一刻我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医治的人，我就是一直接受他的救恩。所以那也是一直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说很奇妙的一点，就是一个再怎么刚硬的人，你可能用就是下地狱下他，可是我觉得主是用爱来就是融化我，他要吸引我，让我觉得这个生命是我渴望的。对，所以那一刻我觉得连不能原谅是我都可以超越了，这份爱太奇妙了。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可能连你的求学过程啊，都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柳暗花明的过程，对不对？其实那时候还蛮奇妙的，在我大四那年的时候，台北电影节有办了一个就是甄选影评人的活动，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影评，然后他们就接受了我，然后还得到第一名，然后他们就请我去当这个影展的影评人。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可以看很多电影，然后写很多的影评。所以那个时候就因为有一些作品在报纸上面，一些影评的作品，所以我就用这个东西去应征，那就还蛮顺利的，就是进入到我想做的就是广告文案的这样的行业。刚开始很开心，觉得哇，就是从这个台中哦到台北来做自己觉得梦寐以求的这个文案的生活，但是久了以后你就发现说那跟真正的创作是没有关系的。广告文案重点不是文，重点是广告，就是你永远可能都要为那个商品或那个东西写出一个你自己都不相信的美丽文字。那个时候其实反而就有一个叫特殊教育老师，也是他告诉我，他觉得我有点这个注意力失调 ADHD 的问题，但是他也一直提醒我说，如果我真的喜欢创作这件事情的话，他建议我要不要再回研究所念书。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哦，你不了解校园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啊，我也是老师同学的噩梦，然后也是我自己的噩梦。可是他就告诉我说，他觉得研究所是一个不一样的环境，我可以专心的学习我所喜欢的部分。结果这个研究所让你念了之后对你的帮助是什么？然后我以前会觉得我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然后虎头蛇尾，我们没有办法做结束的，我们没有办法坚持的人。所以这个噩梦一直是我心里的噩梦，就是我没办法坚持。但是研究所它让我发现其实我是可以的，上帝让我发现我原来对于写作跟研究是有一个热情在的，是，然后最后毕业了也发现我是可以坚持到底的。我们要来谈谈你到西藏的经验了，因为那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了。对，你第一次是为什么到西藏去？我那个时候刚去的时候，因为他们那边学生太害羞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要制造很多的互动。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学生，他第一个礼拜都没有来上课，我第二个礼拜才见到他，所以我就很爱笑他说，哦，第一个礼拜我怎么都没有看到你呢，你翘课，哦，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哈哈哈笑他，然后他就会脸超红，然后头就会低到就是快到地板里去了，这样。那也是在第二个礼拜中我跟他们越来越熟悉，所以我才知道他其实不久前才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然后去庆祝他找到工作，就在那天晚上就遇到了一些纠纷，然后就被别人开枪。然后开枪之后呢，那个他们送去医院的时候，医院就说，啊，这个伤口不行了，快死了，就是带回去吧，这样。后来反正他们那些朋友自己帮他把这个子弹挖出来然后处理，可是没有处理好的一定的，所以到了他后来也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所以他的朋友们说，你这样子闲着也不是办法，你来这边学英文好了。
可是他们都没有钱。我说你们没有钱，那这样怎么一起生活？他说他们有钱的时候就一起交学费，没钱的时候就一起挨饿，这样子活过来的。但是到冬天的时候，这个人的枪伤又复发了，所以他其实又被送去医院里面。所以事实上他第二个礼拜来上课，是因为他的朋友去看他说，哎，这次来了一些新的代课老师哦，人特别好哦什么的，你要不要还是来听课一下？所以他就说好啊，那这些同学就去把他从医院就是搬出来放在这个位置上，下课后又把他送回医院。原来他每天每天是这样子来上课的，然后我还笑他。所以我那时候知道说我来到了一个我的生活无法参考的地方。这个故事只是个开端，我后来听到非常非常多的非常辛苦可怜的故事。我那时候再去上课的时候，我看到台下每个学生，我的眼光都变了。教英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变了，对，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也不是什么炫耀的工具，那是他们一个微小的希望，改变他们的生命的希望。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游牧民族，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爸妈可以送小孩上学这件事情。老师根本就是老师兼社监跟保姆。哦，哇！而且非常多的学生，他们是一学期才回家一次，看到自己的父母的。那我觉得，在一个这么不舒服状况下，我看到的那一天，居然是没有老师在现场。帮我们说一下，说我们知道这个算术很难，但是我们想说他们听久了，因为时常课中会有人会比较懂，然后可能未来我们就只会让一个人负责算这些就好了，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都还是先听，反正我们真的做的时候，我们会帮他们都剪好，但他们可以试着了解，不过不用担心这样子。面对藏区的缺乏，唐青总是带着许多资源深入到当地，想要为他们多做一些事。连续13年往返藏区，如今更是带着技术团队进到人群中，想要借着手工艺品的制作帮助他们谋生。在藏民的眼中，唐青不只是他们的帮助者，更是他们的朋友与家人。近期他是开始发展，就是希望有就业，让牦牛毛那可以做成一些手工艺品的这样的阶段。我觉得他是真心的希望藏民们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生活。藏民也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虽然一开始因为大多数的老人家还是讲他们的传统的母语，可是我觉得微笑还有亲自的为他们做服务就是最好沟通的一个语言了。那他在那边带了很多学生，本来只是中学生，现在也都 有些是结婚生子了。然后我记得在他结婚的那一天，他的藏区的这些从小带到大的孩子们还录了一段这个影片来祝福他。他的婚礼其实从头到尾大家都很欢乐很开心，这个新娘子也没有，就是先生在对他告白的时候可能他很感动，但是唯一最感动会让他立刻大哭，就是这群藏区的孩子在他的婚宴上面呈现这个影片的时候，大家都哭成一团。没想到这个事情比先生对他告白还来得美丽。在藏区其实结交很多好朋友的唐青，所以后来又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这个地方去教英文。其实你第二次回去的心情应该就很不一样了吧。其实第二次是因为他们一直不停地写 email 给我，就说你还会再来看我们吗？然后寄他们家乡的夕阳啊、草原啊、牦牛的照片给我看，然后就说欢迎你来我们的家乡，你来就是你来就是我们的家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看了他们的家乡，当然非常的震惊哦，就是他们很奢侈的有非常广大的草原，然后有晚上有就是那个完全无穷尽的星星，然后有那个毛很温顺的牦牛，然后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吃喝都仰赖这个牦牛，这样的生活 是所以其实非常美的一个生活。但是在这个美的这个真的美的无比的现状中，会让你看到一些很不安的现实。比方说我那个时候比如说来到了一个好可爱的小学，我那个学生跟我说啊，这就是我当年念的小学，我就去看到一群脸上有这个高原红，一群红彤彤的小学生，可爱得不得了。那但是我去看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怎么这么小的小学生，然后原来他们原来都住在学校里面，
因为真的，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游牧民族，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爸妈可以送小孩上学这件事情。老师根本就是老师兼社监跟保姆。哦，哇！而且非常多的学生，他们是一学期才回家一次，看到自己的父母的。嗯嗯嗯。那我觉得，在一个这么不舒服状况下，我看到的那一天，居然是没有老师在现场的，没有老师在学校的状况，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班长，他带着全班的小朋友就坐在太阳下拿着那个书，他念一句，所有小朋友念一句。那个时候我就说老师呢，然后我的这个藏族朋友就说，哎呀，这里太偏僻了，也没有什么人管得着，所以老师一旦也被闷坏了，他们就可能就去比较热闹的地方逛逛街啊什么的再回来啊。那时候听了心里面觉得好难接受哦，这个在台湾就是你觉得你是可以告他的哦，你就是怎么可以这样疏忽职守，可是你觉得在那里好像没有办法，你看这群这么天真可爱活泼的小孩，可是像不管是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你都觉得好像真的都亏欠了他们很多。其实你一开始看到的是教育上面的需要，但慢慢慢慢你看到了他们很多在生活上面其他的面向的时候，对，也很震撼你，对不对？就是我好像那个不甘心跟受不了的这个个性在那边一直碰到很多的碰撞，比如说我们就开始在英语营，但英语后发现一些没有办法上学的学生或辍学的学生，因为他们家可能牦牛死了，口蹄疫死了，或是他们爸爸妈妈可能在牧场上滑倒了，就真的就是从此就瘸腿了，没有办法再牧养动物，他们可能就因为这样就辍学。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开始就做跳蚤市场义卖啊，我自己也做一些音乐专辑创作义卖，用这种方式帮他们筹措奖学金。那时候就觉得哇，只要他们能够复学，他们能够上学，我觉得就是我的最大心愿了。但是过了几年后来你发现，哇，一路这些学生都念到大学毕业了，他们都很争气的很认真的，可是发现大学毕业后他们全部都只能够考老师，因为在那边完全没有私人企业，他们毕了业只能够当老师，就是不管你想不想当老师都一定只能够做这条路这样子。那甚至到了后来几年的时候，越来越多家长把学生送去念书了，考老师这件事也变得非常的难考了，所以有好多人他念完大学考不上老师，但是他已经也不会牧牛牧羊了，他反而变成一个像废人一样的在这个社会中不上不下，就业上面其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让他们的人生似乎走到一个瓶颈。对，还有就是就医。对，比如说我们今年去试图带了一个台湾的毛毡老师哦，这些志工都非常的善良，他们都愿意自己掏腰包出机票免费的教他们做那个毛毡的工作，可是在现场我们就看到来的一对夫妻，然后他有一个小孩带来我们这边，已经小学一年级的年纪了，可是完全不会开口讲话，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跟他聊说这个小孩是什么病呢，他说他已经送去医院已经两年了，直到他的钱都花光了为止，然后后来他真的没有钱了，只把小孩带回来家里，然后我们说他只有这个小孩到底什么病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很震撼，怎么会两年了还不知道。那有一位他当年就是今年的时候他很想来跟我们学毛毡的这个工作，但是他也是在牧场上面冬天的时候放牛的时候滑倒了，已经两年了他都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就是拄着拐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办法用 Skype 找一些台湾的医生朋友，然后就拍他的伤口给他看，这一拍我们自己才吓一跳，就是他反而是去了医院两次开刀，就是本来没有什么痛的人只是摔倒了去看了一下就开了两次刀，然后留下了两个五公分深的伤口跟洞在里面，然后里面不停的流脓，然后不停的流血，已经两年了，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台湾的医生就跟我们说赶快把我们给你带去的抗生素给他，这个是非常需要的，然后我们就问他这两年来你有没有吃过抗生素这个东西，他就掏出了唯一他拿到的药，就是一瓶钙片防止骨质疏松。哇，我们听了心里非常的难过，甚至我们就是给一些医生看他的这个影片，那个医生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再不好好清理就是要送去医院处理的话，就是他会就是这个他是会死的，所以突然间你意识到说这不是帮他创造工作的问题，而是他在医疗上面能不能得到好的可能就是一个生命的离开，所以你要帮助他们的部分
感觉上范围越来越大，对，像滚雪球般。对，可是这是应该一个政府要做的事情。在你身上，你可以怎么去翻转他们的命运呢？我其实一直本来刚开始觉得，赞助奖学金这件事情，或是我觉得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我当然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我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钱不是唯一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觉得在这个当中，藏族的朋友，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觉得人才是最大的关键。对，就是怎么样那边的人心的转变。比如说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热情，他们常常觉得为了自己的民族做任何的事情，甚至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都不害怕的。对，但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他们常常觉得他不可能，因为他太笨了，他太封闭了，他没有好的教育，他比不上外面的人，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所以我觉得会在这些年中这么多自焚的事情发生，也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很想告诉他们说，你是可以的。对，就是连我都可以了，我自己在台湾也不是一个在这个社会上很金字塔很尖端，成绩很好很优秀，都不是。但是我是因为认识了他们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是很幸运的，上帝已经给了我很多的能力。我觉得他们也必须要相信，要知道自己是可以的。在台湾汉藏区间不断往返的唐青，只要看到公园的绿地，就会想起那一片在高原上绵延不断的草原。在异地生活的文化冲击，让他每次回到台湾都必须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步调。他们最常会问我，就是说台湾有没有草原，所以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只要看到一小块草地，我就会想到他们的问题，然后也会想到说我在的地方所谓的草原顶多就是一个公园种出来的。藏民的信仰与生活的结合，让唐青更加去思索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发自内心的信仰革命改变了他的思维，让他将信仰里所学习到的真理更多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要用爱来服侍他们，要用，就是你不能歧视他们，而且你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他才会了解，就是神耶稣真的很爱他。他们的信仰不是譬如说供在某个地方的，他觉得他们的信仰是实践在生活里面的，所以唐青也觉得自己应该要这样做。所以他回到每一年夏天去西藏回来一次，好像自己人生又重新的洗牌，重新了一个安排。我觉得他就是在生活当中实践他所认识的信仰的价值，就是哪里有需要他就往哪里去。对他来讲，最基本的就是尊重藏民，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真的去听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是真实信仰的实践吧。从城市到乡村，从台湾到西藏，其实唐青面对的是很大的宗教冲击、文化冲击。我相信对你自己本身的信仰其实也产生了一些挑战。你在藏区里面，你觉得你看到最让你印象深刻，带来内心中最大冲击的是什么？比如说他们对于生死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的连续三个舅舅就是很短的两个月内都轮番的去世了。我听到时候我很震惊，我说哇，你家人一定很伤心哦，这么亲密的家人。可是他们就说没事，就是还给大地了。就是当比如说天葬这件事情，我们很难想象要把自己的亲人扛去那边，让老鹰把他的肉这样子一寸寸的剥离。但对他来说，那个过程他就是觉得这个生命是来自于大地的，所以回归给大地。我觉得他真的做到了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圣经上也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可是有多少次我其实紧紧抓住我觉得应该是我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放手给神，更不要说生死这件事情了。但在他们生命中，是我看到那个好像真正的一种释怀。然后很多时候像他们有整个村落里面有一个人欠了大家一堆的钱，结果大家要他还的时候，那个最大的债主出来说话，他说算了，我觉得他真的还不起的，我不跟他要了。所有人看到这个最大的债主都不要了，其他人就觉得
他都不说话了，我们还说什么呢？算了算了，别还了。那一笔钱啊，我都觉得我也没办法放过的。但是这不就是圣经中说的吗？就是你要赦免人的债。我突然间觉得他们做的这么的轻松容易，就是好像就是这么的自然。有一些部分在我那时候突然间去回想，我觉得我到底要怎么样的去跟别人分享我的信仰？因为当我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生命在那边的时候，我其实很震撼的，让我也去回想说我自己在信仰当中好像太多都想要透过我说什么做什么而证明给别人看有神这件事，证明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连我常打电话关心你都是为了要建立关系以好利于我做下一步嘛。我如果没有真的爱才有这些行动，还是我只有这些行动然后我忘了那个爱了？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反而有一步我觉得是我自己应该要安静下来，然后思考我自己的信仰跟生命。我记得我有次听到一个学生，他就跟另外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他就说，那个老师说，我真的希望死后我们可以在天堂见面了，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也接受这个信仰。但这个学生就跟他说，我不懂为什么你什么都要用说的，你每次都说你有好重要事情要告诉我。但是他觉得好多事情，他说像我的爸妈从来没有说过他爱我这件事情，但我就知道他爱我，但为什么你就是什么都要用说的给我听呢？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受到了一些震撼，就是我觉得因为说的最快，当我们很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可以听到我自己说的，然后我也感觉到那个影响力，但是有时候那个生命的改变不是那么快的，也不是那么的急功好利的，说一说就可以了。我觉得需要的是更深刻的真正的生命。但是其实你在他们身上也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性格，就是他们的顺服，跟完全的一种相信，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去反思这样的相信为他们的生命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后果，这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无力？对，就是尤其是他们的比较老一辈的其实现在藏族年轻人开始有一些他们起来也会去试图要去追究一些事情，然后思考自己的生命的一些意义，但对于那些老一辈的人我看到的某一部分我又觉得尊敬，比如说我尊敬他们那种好单纯的不管是信心或是很单纯的对人的那种全然的相信，但是有一部分也会觉得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现状，不管是医疗的或是别人欺负他了。比如说好了，他们有一个例子，有很多的乞丐会在街上乞讨，他们几乎都会一直不停地给他们钱，那我就会觉得我不想给啊，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要让他去工作，我不轻易给来路不明的乞丐。但是他就说他们的信仰中有一句话就说，你可以不给一个乞丐钱，可是你不要问他为什么会变成乞丐，就说你这样其实羞辱到他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对他们来说，有时候他们不问为什么，有很多的原因其实是一个尊重。对，这个尊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常常觉得我在那遇到很多事情，我都觉得在台湾我早就被人家问到死了，说你为什么怎么怎么，我听说什么什么，可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可以一句都不跟我提，给我好多的空间。这点也会让我去反省这个两个很大的不同的文化。所以回台湾之后呢，你会开始有点不适应吗？会，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回来都会感觉到在那边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你经历一个没有被社会化的一个世界，那边人心的交往相处是这样，然后也会突然间对于自己，比如说一回到家就很兴奋的打开水龙头，然后看着水这样子流出来，哇，觉得好兴奋，因为在那边真的要洗个东西，你要就是走好远地方去提水回来，所以有时候回来的时候反而有一种，我觉得我在这边拥有太多了，然后我很幸运，我很方便，我一打开就有水，然后也觉得总觉得应该要多做些什么。比如说那时候再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我看着教会很热衷的去筹办很多的聚会，然后很多的去讨论这个教会的增长，但是就是我的感觉，我会觉得我们其实真的好幸福了，应该我们都要变成一群战士，因为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他们过着这样子贫穷的辛苦的生活，我们应该出去，我们全部出去都不够了，更不要讲出去人这么少。所以那时候有时候
在听到教会里面在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加上我自己对信仰的一个在那边受到的震撼，我就会觉得其实越多的活动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的信仰更真实。就像我在那边遇到的，我觉得真正活出的那个信仰，那个震撼的力量，不是活动可以培养起来的。有时候我们只是忙于活动，而没有真正的那个真实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心里面又会觉得，有时候看到教会真的很漂亮的建筑，然后很棒的设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想摘一片东西去换钱，然后送去那边，就是或是我觉得把他们邀来这里住好了，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让我感受到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是他们先爱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在刚去藏区的时候，我只是教他们英文，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你永远都是我的家人了，欢迎你永远都可以回来这个大草原。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这个生命的事情。我看过很多人用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个店面啊，他这边就会挂很多勾勾，然后就陈列他的商品。然后有些人是把这个铁窗锯一半，然后挂在自己家的某一面墙上，然后上面吊满了很多植物，就会感觉很像是一个怎么说，阳台延伸进室内，又你就是故意做出一个窗户的感觉。为了筹措藏区孩子的教育经费，唐青开始做起了二手家具店的生意，从原本在二手市场拍卖到如今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面，这一切都得来不易。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以及对老旧家具的浪漫情怀，让唐青有能力将各样的大型废弃物改造成别具风格的手工家具，让老东西有了新生命。我想它是一个类似大家朋友群当中的精神指标，因为它的这个登高一呼，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义工朋友一起加入这个事情，就是透过捡二手家具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也召集了很多各种行业的人在这边手做着他们的作品，来讲他们要讲故事。一些志工 volunteer 来他的店，我会觉得那些志工可能需要一个家， right？ 所以他有那个耐心，就是不是当他们的老板而已，他有耐心就是训练他们呀， yeah， 然后跟他们讲就是要怎么帮助那些西藏朋友。其实那些志工反而在这里头无偿的帮忙，但他们却得到很丰富的被激励，不管是不是直接到上去或者在店里的服务，他们都被激励了。那我觉得唐青自己的生命跟他的店就是像一棵大树，然后祝福非常多人。对，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们到那边都被那样子的氛围所吸引跟感动。你面对金钱，我们常在看那个世俗的价钱还是价值。比如说我喝一杯咖啡，可能别人喝的比我贵，比我更好更高贵，我就会觉得羡慕。但如果这个咖啡的钱可以让西藏的一个孩子有一年的教育经费，那个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你会马上觉得说，好，这杯咖啡就别喝了吧，就让他们好好念书吧。对，我想对于唐青的生命来说，他不但是透过这个经验丰富他的生命，而且也希望这样的生命经验能够不断的开花结果，去影响更多有需要的这些孩子们的生命。你后来成立一个协会。对，我们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人，然后他可以愿意参与在这样志工的行列。然后可以帮忙在不管是在我们募款上面，或是帮助我们在偏乡教育上面，像我们每年去的这个英语营的老师，是，然后他们其实都是自费的，自己掏腰包住宿。像这次的毛毡老师教学，他们也是如此。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去那边经历到那边的大自然，或是那些很单纯的、很豪迈的人们，或是看到了那个意义，原来他自己所学的是可以这样子被使用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内心的那种震撼跟收获是其实是超过金钱的。你另外一方面还成立了一个二手家具公司。 对， 对， 对，这个是你本来就有的习惯吗？
对啊，我从小就是很喜欢剪家具，然后可是我那时候一直从来没有想过真的可以变成一个工作，甚至是一个事业。其实那只是因为我刚开始想要帮我藏族的学生们募款，让他们有些辍学生可以复学。哦，那我前两年是用我自己创作的音乐，然后办音乐会。可是灵感这种东西就是没了就是没了。我制作完两张专辑之后，我真的没有灵感了。那我就觉得，可是学费是每年每年都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怎么办呢？就是接下来这一年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在念研究所，所以我就想说。我就把我捡到的那个家具，因为我以前就很爱捡，捡到整个房子都是，我把它拿出来，然后再请大家一起捐一些不要的二手物，一起办义卖。就没有想到这样子义卖下来，有一次一个周末就卖了13万。我觉得更意识到说，上帝他让我出生在一个其实是很富裕的地方，我们只要挤一挤，都有办法可以帮别人的地方。所以这样子的跳蚤市场义卖就一直持续下去，在八年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些事情让它不是只是每年的活动，我必须要让它变成一个商店，然后变成一个协会，然后如果我之后还有人可以接班，这样子的方式真的要开始成为一个经营者。你有没有从头学习的感觉？有啊，我就觉得好险当初不知道有这么难。如果当初知道的话，可能真的就会吓到了。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经营的时候，我一股热血吧，那个时候就是 只有热血跟感性，对吧？我们根本不了解成本，也不了解经营，也不了解什么叫做看财务报表这些事情，对对对，你就发现没有那么好过了。对对对，然后才开始从头去学习，什么是商业计划，然后什么是怎么看财务报表，怎么开会，怎么跟工作人员开会，怎么去定出下一年的预算，然后怎么样在没有货源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这些事情，人事的啦，财务的啦，货源的啦，行销的，所有东西都来了。那个时候其实也会有一种就是吓到的感觉，但是某一方面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人生中成长非常快速的三年。是这三年中我从一个可能就只是感性跟热血的人，到了一个同时理性甚至跟商业都必须要具备。以前我们最讨厌那种很商业化的人了，我们就说这个人好商业哦，这样子。可是后来就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商业，对，就是你如果商业上没有成功，它就是失败的，就是你不能逃避这件事情了。你讨厌商业，你也得学商业。对，我想对你的生命来说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你还是要成家嘛，对不对？但是以你现在的梦想要成就的这个事业来讲，很可能会牺牲掉。你的先生，甚至是未来如果有小孩的话，你的孩子，对，你还有办法这样到处奔波吗？其实我一直就是觉得也很害怕，因为我算是很晚才结婚哦，到去年才结婚，然后我想我身旁的朋友跟家人可能早就放弃我了，然后就会觉得说，我妈妈也会说。像你这样子啊，人家可能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好的对象，因为看不出来你在做什么，然后呢而且又东跑西跑的这样子。不过就是很感谢神，就是还是让我遇到我先生，我们结婚了。然后当然我也会蛮害怕的，就是我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个新的家庭，甚至他会不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太太的一个模式。但是我觉得还蛮惊讶的是，他比我自己还要支持我自己。比如说有时候我甚至会跟他说，我觉得这样下去可能会有一些很大的问题，这样我可能会做不来的这样子。但是他总是告诉我你可以的这样子。觉得我的先生一直有一个很单纯的信念，就是觉得当上帝要给我们的时候，他就是给我们了，我们就会准备好了这样子。你说活出爱的样式其实就是在传福音了。但你对这些藏族朋友的爱到底从哪里来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让我感受到非常多的东西。我觉得是他们先爱我，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在刚去藏区的时候，我只是教他们英文音，就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你永远都是我的家人了，欢迎你永远都可以回来这个大草原。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学到很多这个生命的事情，让我觉得耶稣的爱也一直在我心中，让我想到他那句话说，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直接给耶稣喝给耶稣吃，这些事情做在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了。我有时候都想着说，在地上多么的辛苦啊，或是
怎么样被人误解，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只要主耶稣看着我，然后很欣慰地说，嗯，你跑完了，好，你做得很好，我觉得就很值得了。嗯 嗯, 嗯，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跟观众朋友分享吗？嗯，各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上帝让我们出生在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看到我的梦想实现，就是我们比较强的人可以多帮助比较弱小的人，然后希望我们都是一个宁愿烧尽不愿朽坏的生命。其实真理不能够得胜的生命，唐青的诠释是像地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真理不能够得胜的生命，其实就是可能由错误的掌权者带来无止境的痛苦。其实人性当中有一些很基本的追求是一致的，比方说平等、自由、公义、信心、盼望，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公平的制度，透过努力，然后得到众人的幸福。但如果在一个体制之下不能的话，那么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惨况呢？所以如果说没有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其实应该说如果没有那份爱介入我们的生命的话，其实让有权有势的人来制定一切规则，而牺牲掉了其他一部分人的生命的权利，那真的是在黑暗当中。那要怎么办呢？把上帝带过去。把上帝带过去不是把宗教带过去，就是把你的行为，把你的爱带过去。因为在爱里面，你会看到所有可以满足人性当中的规则和力量。谢谢你。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位唐青姊妹她的见证，也许你也觉得她这做的事没什么了不起啊，那就不陪陪人家吗？你知道陪伴多重要，当人家哀伤，当人家难过，当人家在痛苦中间，你来陪伴他；当孩子缺少大人的爱的时候，你陪伴他；你借着教英语帮助他，你借着各样的事情来陪伴他的，你与他共同在一个时间里头，让你们彼此享受那一份温暖的时候，这个陪伴多重要。也许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亲人、朋友，或者你的邻居，你有时间，你可以拿出一点时间来跟他讲几句话，陪伴他，或者你回，你为他做些事情，不见得有一定的回应，不一定他回应的很让你满意，但是你尽了陪伴的责任，日积月累，也会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人家，使你重新再看待生命。各位，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神都给你预备了，无所不在，在各样的情况之下，你都能够把神的爱推出来，让人家感受到了上帝就是赐平安的上帝。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赛德说一次，我们谢谢你13年唐青在那里，在西藏，他所做的，他努力的，家人所给予他的支持的力量，使他只能做到一件事，就是陪伴那些孩子，那些青少年。蔡德专说，我恭敬地为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祷告，也许就在近在天边，近在眼前，主，有一些人他们仍然在一个没有被关怀的、没有被照顾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主，你怎么样的使用我们，让我们能亲近他们，握他们的手，扶他们的肩，说几句安慰的话，或者对他做一些微笑。主，不是我们，是你爱他们胜过了爱你自己，
这一份力量是让我们不得不为你在做工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祝你自己的慈爱，借着我们能够与人家交通，与人见面，我们可以陪伴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安慰他们。今天有许多的人还在痛苦的深渊中，或是在无奈中，或是在病痛之中，或是在一个极端寂寞的那种心灵中间，主，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让他们愿意走出来去帮助别人，从自己的家人邻舍到周遭眼睛能所看到的，主，求你帮助他们。我恭敬地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加油打气，求主与他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因为有唐馨姊妹这样的榜样，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个陪伴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上帝赐福你。谢谢。